这两个人就这样消失了，也没有人再找他们。 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。医生，不要给我找麻烦好吗？好吗？安眠药，白天运沙这么累，怎么会失眠呢？怪的东西。 你以为他们死了吗？ 那你以为他们还活着吗？你看那边的小灯，我在想，我刚才要是游过去，上了船，就可以离开这儿了，不用签证。 也没有边境，就是真正的自由了。